论生活多么有趣，都看不到希望。乐观者即使身处逆境，也能化腐朽为神奇，让坏事变成值得消遣的乐事。学会感恩生活，从每一个小细节体悟生活的真谛，不断挖掘事物背后的意义，就容易一点点地改变消极的心境，成为积极乐观的人。